各位藏友，大家好。前一些日子呢，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个陆鹤同春的蒜头瓶。那么这个瓶子呢，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啊，我们觉得呢，这应该是一个民窑雍正时期粉彩的这么一个瓶子。一年多前呢，在法国小拍出现，当时出现的时候呢，其实在圈里呢，大家就引起了这个讨论，因为呢，这个划定它的这个陆份啊，很重要，因为最终的成交价呢。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彼此互相的理解去压价的，那么到底是应该压1500万呢，还是应该压500万呢，还是应该压5000欧元呢？对吧？这差别很大啊。我们觉得呢，它这个器型呢，看着确实像是乾隆时期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绘画的精细程度呢，是完全达不到这个御窑厂的这种工。另外呢，粉彩的表现呢，应该是比较有特点的是雍正时期的粉彩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瓶子，当时拍了20多万欧元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啊，北京保利呢，拿到这么一个物品，啊，那么它写是"清乾隆洋彩陆鹤同春蒜头瓶"，那么它就朝着这个御窑厂的这个最高陆份的"清乾隆洋彩"的，就照着之前，苏富比啊等等拍卖行拍的那些上千万的那些啊，同样的这个套路呢，就去了。啊，他是照着这个去招的商，啊，做的生意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瓶子呢，在北京保利呢，拍卖了。那么我自然呢是找的我的小伙伴呢，赶紧的去，上手看一看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之前苏富比，啊，拍的洋彩的陆鹤同春的这么一个蒜头瓶，拍了1618万。北京保利肯定是想朝着这个去，所以呢，我也想让我的朋友趁着这个机会。去上个手，给大家一起来带来这个视频，我们一起来掂量掂量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但是呢，我的朋友呢，就遛弯似的去了，去完之后回来跟我说，是北京保利，但你确定是北京保利在北京拍吗？后来我又查了一下，好像不是，这是在深圳拍卖，不是在北京保利拍卖啊。那么没关系，整个拍卖的过程呢，被咱们录下来了。啊，因为我们也很感兴趣啊，就是我们非常感兴趣，我们想知道自己的眼力对不对啊，对吧？如果照着保利的这个招商的这个套路去找客户的话啊，就把这个东西给推广成是乾隆洋彩的这个御窑厂的，那么它只不过是没有款而已啊，的这么一个蒜头瓶的话呢，那么您看这个苏富比这个啊这个做工。那么这个瓶子呢，应该在1500万以上，这是眼睛闭着的，对吧？因为这瓶子还是全瓶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对吧？而且这个传承啊也很清晰，也是法国的这个拍卖行出来的，对此没有异议，对吧？那么这市场怎么接受它呢？我相信很多藏友，专业的这个藏友啊，各位师友啊，应该也是非常感兴趣啊，因为发现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师友呢特别专业，其实这个专业呢不光是看这个器物方面，也是对解读这个。整个收藏市场、拍卖等等啊，藏友之间的参与的人的活动啊的理解也非常深刻啊，那么大家都看得懂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瓶子呢，最后呢是拍了多少啊？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老标啊，写的还是雍正时期的，我不知道保利是不是把这个标给撕了还是怎么着，我不清楚啊，因为我没有上手。这是原来的。在法国的拍卖行当时出来的时候的照片啊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儿的这个绘画呀，应该相对是显得是比较粗鄙的啊，尤其是像这些地方，那么看着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民窑，只不过呢器型很好，对吧？也没有款，没有款，说明当时人家也没有怎么就照着这个御窑厂这个套路去，人家可能就画了一个好看的瓶子，对吧？那么北京保利今天刚刚拍了多少钱呢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拍卖的视频啊。封面作品之一，清乾隆洋彩陆鹤同春蒜头瓶，各位，售卖拍价320万，320万，来，给各位估价320万，这个就320万，320万报价，过来340万，340，最便宜340万，340万报价，340万，360万，谢谢看到360，360万报价，360万。万，好的，那我等380，谢谢卢先生出价380，还有就是380万，400万，420万，两位先生出价420万，420万和加价420万，我们总区450万，中区450万，450万，450万，我们中区出价450万，各位考虑一下，450万和加上450万再买，
那么最后这一个瓶子呢，是以475万啊元人民币落锤，我觉得呢，也就是应该说这个市场啊没有买这个北京保利的这个账啊，没有照着这个乾隆洋彩的陆鹤同春的瓶子去，就是朝着大家都看见了，就是法国拍了200多万，对吧？那么一年多后到北京，两头的拍卖行佣金吃掉，然后呢差不多呢就这个价了啊，也就是说呢共识呢，是一致的，一年以前。大家看的时候和今天呢在北京保利出现的时候呢，大家的共识是一致的啊，并没有因为它推广啊或等等有什么变化啊。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